嗨，吃饱未？吃饱。哦，那吃饱就坐好，坐好细讲。听我来讲，安怎做人？讲到阮家是无几个人啦，唔过规工厝外用要压起来，无声无息，黏漆漆的经营，伫阮家是无可能的代志。阮阿公生十一个查某囝后生，阿妹有够做人无？有。阮阿爸阿母嘛足够做人诶，伊生一个查甫诶，四个查某，上细阿未嫁，其他诶拢生两个，阿妹有够做人无？有。毋过今仔日我要讲诶做人，毋是即款诶做人，上细甲听落去，你得了解。毋是我咧地地讲地芳，地花讲花红。是真的，阮家拢好人。阮阿爸咧讲话，袂输咧善意讲，唔知影人掠准伊外歹。其实啦，啥人也无伊遮尔软心肝。阿爸做工课足认真诶，阮家开幼稚园，透早四五点，伊就要去菜市啊买菜。伊讲，安尼就买得到上鲜诶，拣得到上好诶，互囡仔要食物件，袂当凊彩。伊若要坐五点的火车，三点半未到，伊将火车当做飞轮机咧等。阿爸有一句话：做工课爱认真，守时间；做人爱斟酌，守信用。自我细汉到大，阿爸有对阮一向讲会出，就做会到。信用是伊的名。阿母是一个传统认真的女性。阮阿嬷拢警惕因阿嬷做伴的，照顾所有的人。细汉的时，阮家住大花房，伫稻埕上边啊，迄笼头搞一间。房坪内有四五十个阿兄阿姐，逐工嘛读册，做事回来，一定先叫麦进，我回来啊。然后伊来啉一杯啊茶，食一下水果，食一寡阿母传的细手啊。遐阿姆若要找阿母找囝，问阿母就对啊。阿母将遐阿兄阿姐当作家己的囝儿是细咧疼惜，伊定讲做牛着拖，做人着活，咱欢喜做，爱甘愿受。阿母是一个台湾真女性。伫阮家，阿爸亲像团结的佛经，细细念。阿母那敢若妈祖咧祝高庙，老实在在，两个足四分。伫阮的幼稚园，我爱囡仔。囡仔嘛爱我，大家囡仔拢叫我妈妈。有一天，有一个囡仔较晚回去，剩我含伊。我想要去便所，总袂当留伊一个人踮办公室。我就问伊讲：“妹啊，你让我去便所好无？”伊讲：“哦，你家己唔敢去哦。啊”还佫有囡仔会讲：“拜六礼拜休困两天，我拢无看到你，我就想你个。”我讲，无你来阮家教我大啊！你若随讲，唔会哦，安尼我会想阮妈妈。啊，不过有一个囡仔讲，好啊，不过阮妈嘛爱对我做伙去。这个上厉害，熬做人佫兼友好。讲到阮先生咧，坐在后边吼，伊嘛真熬做人，而且伊非常的注重伦理，有一点会当证明，伊无介意讲。啊，伊感觉话语老公啊，就是予人看袂上目的意思。你看，车若较贵的，就叫变数，像詹斯林开的台，哈哈哈哈一挂，就叫牛龙啊、希利啊、福禄啊。啊，官若做较大，就叫经理、总经理。啊，若无咧做官，叫寡妇啊。哈哈哈哈哈！人咧讲，外省啊，好得啦，客人啊。其实，咱若讲外省人、河南人、客人，安尼毋是足好听的。阮先生做人的态度，互我学着互相尊重。阮查某囝即马读高中三年，熬读册、爱读册、认真读册，考试、比赛，免人烦恼，免人叫。逐天透早五点，就听到伊咧念册歌。伫伊的身上，我看到做人应该爱有的态度。认真，阮后生咧嘛足认真嘞，认真咧佚佗啊。伊哦，唔读册，唔爱读册，唔过伊较细奶，嘛足友好诶。阮先生就讲，唉，唔读册，
友好嘛好啦。在伊的身上，看得到阮先生的影子，因为连阮大家嘛讲，阮先生细汉的时阵，老师奶较友好啊，唔读册啦。果然是社团社，好进唔团，歹进唔团，什么款抓的，不什么款人。讲着我咧，我是人的媳妇吼。最人的媳妇着知道理，晚晚出睏着早早起，起来洗头，擦粉点胭脂，入大厅出得意，阿入灶脚洗碗皮，阿入绣房绣针织。我真含慢讲话。但是我真实在介绍你一个做人的撇步，就是友好、认真、信用、尊重，那有这款的态度，就搞做人的人生。我的演讲就讲到这，若感觉好听，请你给我一个掌声。今天做人做人啊，感恩再见，拜拜喽，谢谢。做人无内向的做人，听得有爽无？哇，真精彩！咱根据演讲会人讲，演讲什么原因会，予人讲真感动？你一定爱伫趣味中来讲一挂人生的道理，吼、哦！啊，咱拄仔咧听故事的时阵，啊，感觉讲拢从开头到尾啊，拢咧听故事，啊，有无都知无？有、哦、人生的道理。在演讲上成功的就要安尼，你莫讲讲一大堆道理，啊人讲啊，这真烦。所以伊上大的成功是讲，伫趣味轻松趣味当中，甲咱讲一挂人生的道理，这点我感觉伊上成功，吼、哦。啊，伊都逐项拢有一个故事嘛，讲因大家大官因翁，啊甲伊家己，人讲讲因大官。咧单车，那咧带飞机，哦，大家就笑到要死，等两点钟对无？啊，伊讲，伫伊家己幼稚园的时候，然后囡仔甲伊对话，哇，逐项拢真趣味，趣味当中有道理，吼、哦。啊，但是人讲，啊讲台语的时候，那感觉讲深度无啥够咧。人这点来咧讲台语的时候，就会注意到，哎，一寡台语的演技吼，爱甲加入去，譬如讲，唔通讲白地讲地芳，啊，白花就讲白。灰红，我、哦、爱就讲做人都爱啊，做牛都爱拖，做人都爱磨。咱即款的台语的古语吼，咱来渐渐爱用，用落人讲哦，台语真有水准呢，比国语搁较有水准，比英语搁较有水准呢。但台语安尼讲，所以伊这是真成功，就讲真轻松啊，但搁真有深度呢，对不吼？啊，咱过来讲伊咧。演讲的时候，开头到尾啊，伊感觉有紧张无？无紧张，哪像咧甲人咧开讲的安尼，哦，足轻松的，啊，迄、那个主体的语言阁足好个，所以这是高级的演讲。啊，人讲安尼要安怎？敢有阁有建议？啊，加减啦吼，咱大家拢嘛阁会当进步。啊，我是讲，伊拄仔咧唱一个讲，啊，做人的心腹，哦，还是真趣味。啊！但是你拄仔毋是讲做人个是个普遍性，啊，咱尾啊讲变做干阿一个做媳妇尔，毋是。所以讲你到个时阵，咱是讲甲主辈聊了无啥共款吼。啊，另外一点是讲，咱咧讲故事个时阵，一个故事结束个时阵，咱小笑一下，佮第二个故事佮开始，啊，佮小笑，尾啊是佮小笑，啊，大家对这个故事的印象会佮较深。所以咱讲，这是真精彩个演讲。伫轻松趣味当中，甲咱讲一个人生的道理，啊，佮有礼，啊，佮主体佮真好，啊，佮讲一寡迄个台语的言语，啊，伊若讲伊迄个做人的心腹，甲放较大个吼，啊，故事每个故事结束的时阵，小笑者，伊会佫较精彩，这是台是了不起的演讲。今日真欢喜来为弟兄做讲评。咱现今的社会，科技虽然愈来愈发达，啊，不过做人的道理咧，煞愈来愈无去啊。参像弟兄，伊的开头、半头讲了非常的好，食饱未？这就是做人的道理嘛。简单的一句，食饱未？
我所以当感受到伊对我的关怀。所以讲，咱农村社会拄着人拢讲食饱未？伫咧遮呢，伊甲伊亲身的经历，甲因兜每一个人，伊的做人的道理，伫咧遮来甲咱做分享，这就是一个真好的演讲，而且呢，伊都有启发性、甲鼓励性，这就是带咧咱来听的呢。首先呢，讲到因老爸，你看因老爸，各项代志拢替别人来想。这就是咱目前的人所看巧的，咱拢爱以同理心来对待人。我相信安尼呢，大家人都会对伊好，因为人是互相的。所以恁有等来看伊的老母，伊的老母呢甘愿做欢喜受，即即卖的人实在是做难得的，所以咱就爱来甲学习这个本地。佮再来呢，伊的小妹认真，咱咧讲认真的人是上水的，是上值得鼓励。各项代志尽量去做就对了。佮来小弟嘞，虽然讲佚佗，其实佚佗最重要个呢。因为佚佗，你才会当伫佚佗个时阵去思考，你后一步要安怎做，才会当放松你个心情。所以讲呢，伊今日提出伊厝个人个人的一寡经验来甲咱做分享，咱应该感觉是欢喜个，而且嘛拢足欢喜来听伊即个演讲。而且我有一点点个建议。就是讲，伊眼神的运用，目睭是会讲话哦。如果咱来当猜出点点色的，一个啊一个看，我相信呢，咱愈会当感受到伊的心意。再来就是，这个舞台有这尼啊的宽，如果伊来当叫我惊动一下，安尼呢，大家都啊都会当看到伊的身影。我相信安尼的时阵呢。大家对于这个演讲会愈更加亲切。伊这个演讲呢，可能有一个思考，思考讲咱回去了要安怎做人，要安怎甲厝的人做互动，要安怎甲咱的朋友斗阵呢？所以讲，咱都要提出咱的诚意。我相信，咱若有诚意，别人绝对是看会出来，而且呢，伊嘛会当感受到，亲像伊今日这个演讲，都我感受到伊的诚意。也当提出因厝的人来甲做分享，这就是非常的难得。而且呢，咱都爱来甲学习的，就是伊今日这个演讲带予咱这两队的帮助。如果伊来当改善这几点的小缺点，我相信呢，伊一定会是位真好的演讲者。我期待以后还阁有机会会当听到伊的演讲。以上，谢谢你。当日若要写，只有两撇是真简单。好，刷大家。有啥物我安尼讲，做人成功甲成功做人，这都会无共。洪家在今年也真做人成功吼，因为也生一个查囝。今日个题目也拄好叫做做人。做人成功甲成功做人是无共款的，差伫倒？我分析互恁听，我这是做人成功，伊个是成功做人。你阿看吼，做人成功，头拄我咱听到的重点内底，即篇演讲内底我听到四个重点嘛，我唔知对无，等下你再甲我复习一下。吼，第一爱有伦理，第二爱友好，第三咱爱认真，第四咱爱尊重。这个、四项拢做得到，就是一个成功的做人，就成功的做人。所以伫遮已经一开头，马上甲咱讲要如何成功做人，即搁分别来做一个激励，而且。在这个过程当中，我唔知影大家有一个真注意无？我咧讲话无笑声，大家今日讲话的时阵，大家直直笑。这是一篇非常幽默的演讲吼，这是在我也爱学习的一个所在。所以讲，而且我感觉私底下好啊，甲你请教，等一下电话留落，我再甲你请教，慢慢讲才会好笑。但是在这个中间，我嘛要甲你做一挂，那我的演讲吼是在这篇做人，我是会安尼来讲啊吼。因为在这个中间，伊今日也提出四个重点，哎呀，分别积累足济，为爸爸妈妈开始，这是一个足好诶。因为拢有积累，有积累，大家印象会上深。所以讲，因家是一个成功的家庭。在我来讲，都无共啊。我通常我咧讲诶时阵，我就会讲，这四个重点我甲伊开条了，我就要甲伊讲，这四个重点我要用啥分别来做代表？因为安尼听，我会知影讲，你叨一个人诶重点放伫倒位。
在我感觉吵吵滴滴吵吵吵，做这一行的时阵，我唔知影多一个人是多一个，记较标准头前袂记。通常我看起来我做少年，但是实际上年纪已经大吼，记唔来。所以讲，你定爱安尼考讲，我才会记吼。所以讲，麻烦就开始安尼。第二项就是讲，在这个时阵，我会甲你建议来讲，因为你咧唱歌的时阵，我感觉心情当你好要对你唱的时阵吼，啊，已经结束。时间，那我刚才看，刚才彩排啊，两嘛，还袂明白啊，两下，可能，吼、哦，明白啊，好。我唔知道，我看时间了足多，我就感觉讲，哎、欸，时间了足长，为啥你又歪过去？就我跟他合唱，安尼唱就较好吼。对，就是时间咱的存在爱了准。无，其实这篇演讲规个，我感觉非常的完整。你的自我开头结尾，从这个结尾的部分，我都感觉哎，规、欸、个气势无去，但是时间存钱，但我感觉非常的可惜。所以而且，你若是这两部分来改，所以我做一个修改吼，咱来一段一段的分别改做详细。过来就是讲咱的结尾。但是包括给你加强一段，我相信这篇做人会是非常的成功的一篇，就是。